好的，宝哥知道了。像有一点点像，有一点点，不是，就是有点像那个《葫芦娃》里边的那个蛇妖呢。我觉得那是啥呀？我觉得你可能是搞错了。我今天妲己。再给蜘蛛精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蜘蛛精，蜘蛛精。哦，对，终于对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就原来是这个呀。很像谁呀？妈，还好吧。没有，我也觉得有点这个，就是有点这个。哦，就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确儿八经是这么回事。爷爷又被蛇精抓走了。这是什么？大师兄，师傅又被妖怪抓走了。什么？感谢，欢迎冲，感谢爹爹们，谢谢爹爹们，谢谢。玩点什么？还有这个耶。这是什么？给你吐个丝。家人们，他要抓我！来，我们玩点什么？玩点什么？玩点什么？老挂蜘蛛网上。我这要怎么找蜘蛛网呢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是了，你说。欢迎伟哥哥。你说。我也不知道玩什么。是了。我1.7米多一点。哇，你这么高！我天哪，我才1.66米。差不了多少吧？不差，好像是差不了多少。我们怎么玩？感谢风，谢谢风。输了的话就看看。你说，你看你的包包里面有什么？哎，就说那个，就一双关的词语呢。啊，哦，就是那个，你就是还是昨天 ABB 的成语，就不能说昨天的了。家人们，今天如果不能说昨天的，就如果说昨天的就说20个，如果不能说昨天的就说10个。好，说十个吧。说十个昨天没有说过的啊。嗯，好。OK 好。嗯。OK。那我们重来，那我们中间还玩不玩？中间我们休息一下吧，我刚刚跳了一支舞蹈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的 ，OK， 好，我重连你，你连我，你连我吧。好，我们是连柚子，我们把柚子挂在蜘蛛网上。我们要不要打房舞试试看？你打不打房舞？好呀，好像没可以，我们打个板舞试试。好，我好像从来没跟你玩过。OK， 你打个板舞。嗯，好闭麦。好，我们可以玩个板舞，家人们。欢迎大家，放个音乐。谢谢兵哥，感谢萌萌，谢谢宝哥，谢谢宝哥的鹿，谢谢你的鹿，谢谢。我看一下对面的榜，感谢宝哥，谢谢憨憨，感谢憨憨姐姐，谢谢憨憨姐姐，水，感谢憨憨姐姐，谢谢喵喵，咱们稳一下，宝哥憨憨姐，咱们现在先不要动了。我们现在是打榜五，咱们把榜一、榜二、榜三、榜四、榜五都拉的差不多，然后再动。现在对面目前还没有动，咱们家就是榜一榜二已经定在这里了，后面咱们把榜三榜四榜五补上就好了。家人们，咱们把榜三榜四榜五补起来就好了。家人们，咱们盘丝洞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可以去抓柚子，把它抓到蜘蛛网上挂着，往对面冲上来了。哦，咱们的榜三榜四榜五要补上了，可能需要补一个跑车。感谢大科科，可能要补个跑车，家人们。感谢，我们
们一点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，我们可能需要补个跑车补。哦，这个时候哇，对面已经三个榜，已经占了三个榜了，已经占了三个榜了，我们还差三个跑车哦。天哪！谢谢小锤头，感谢小锤头，谢谢小锤头，感谢，谢谢小锤头，谢谢。哦，对面的榜五已经上完了，完了，我们还。咱们的榜四榜五还没有动，感谢大哥哥，感谢大哥哥支持，谢谢。咱们家人们需要一起补一补咯，欢迎你们来到直播间，感谢。感谢西，感谢西，感谢西关西，感谢回复，感谢回复，谢谢。感谢回复，感谢憨憨，感谢憨憨姐姐送来的烟花，谢憨憨姐姐。咱们补一下我们的榜四榜五，还差两个跑车，家人们，还差两个跑车。感谢感谢香鱼，谢谢香鱼的跑车，谢谢香鱼跑车，感谢。怎么可能还是哦，我看看了哦，咱们哦，我们可能还需要我看看跑车可能不够了，一个跑车可能还需要不够什么许愿瓶之类的，不够许愿瓶。家人们，咱们的榜五还差一个，咱们榜五还差一个。一分49秒钟，欢迎百合花，欢迎百合花，感谢感谢，欢迎泡泡糖哥哥的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，感谢感谢我们的魏雨妮，感谢魏雨妮送来抖音符号，谢谢。咱们还差一位哥哥占榜，哥哥姐姐们占榜，需要一个哥哥姐姐们帮忙一起占个榜，你告诉我榜五多少分？还不知道对面打的是多少，现在对面榜五是1201票，咱们的榜五现在是99票，感谢小贤，感谢宁静的露，感谢宁静的露露，咱们的哇，谢谢宁静姐姐，感谢宁静姐姐，咱们的榜五现在还差一点点，我看对面，对面榜四是1261267，咱们榜四是12，咱们哦，我看看，哦，谢谢感谢宝哥的浪漫列车，谢谢宝哥的浪漫列车，宝哥你现在不要动，你现在不用刷，现在不用刷，因为我们现在打的是榜，我们比的是第五个占榜的，就是说那个好。感谢香鱼，谢谢香鱼，我们可能还补一补。对面的榜四是1267，对面的榜五是1201，我们的榜五是哦，我们榜五现在已经超过他了，我们稳住就好了。我们稳住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可能还需要榜三和榜四，榜三榜五可能还往前走一下，榜三榜四榜五可能还往前走一下。我们把榜三榜四榜五突破到2000票，可能我们就。说不定我们就赢了，我们把榜三、榜四、榜五补到2000票，感谢可爱，感谢可爱，谢谢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哦，天哪！哦，这么厉害吗？怎么这么厉害吗？谢谢。不弃不离。谢谢。永远在一起。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宝哥，感谢憨憨，憨憨姐姐，感谢小平头，谢谢林静姐姐，感谢小绿对花姐姐，感谢可爱，谢谢喵舞，谢谢回复，感谢沧海，谢谢喵喵，谢谢你们给我支持，感谢你们保护我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保护，我们看对面了，谢谢我们家的宝贝们，谢谢大家。刚刚好，时间刚刚好，真的。来了，刚刚的就是对面了，好，听对面开始了。说过的不能再说啊，我可记得了。说。说不好就把你抓到咱们各位挂起来。还要把我挂起来，家人们，还要挂我。是什么来着？是我洞房花烛夜。对 ，AABB。我洞房开始了吗？
我可以给你放个音乐呢。好，可以。哎，咱们赢了，子斌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B A B A 的成语吗 ？A 是 A A B B 还是 B A A B B 吧 ？A A B B。哦，可以。咱们赢了，咱们打的是榜五，打的就是前榜五第五个人的票，第五个人的票比对面多，或者是对面比我多。来，我们就榜五打的是团结。偷偷摸摸昨天说过了。咋了？怎么不开始呢？是你不是不是打了榜五吗？我们不是赢了吗？是打了榜五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赢了呀。你们在榜五是多少呀？1488呀。咱们在榜五是多少？1366。1366啊！搞错，搞半天你们是你在等我呢啊？搞半天你在等我啊？搞错啊，姐。不对不对，我刚刚看不是咱们家赢了吗？哦、是吗？就是我在等半天，我你在等我，我在等你，搞这些。我也在等你哦。我输了，真很默契哦。我动放，给我放点音乐吧，放点 GB。放点音乐，就是就走的有点就是这节目效果就是拉满了，家人们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。你把这句话还给我了吗？家人们，这边打过来。十个，来来来，说说说。我洞房花烛夜，老老实实。我洞房花烛夜，花烛夜奇奇怪怪。欢迎范总。我洞房花烛夜为什么会奇奇怪怪的呢？匆匆忙忙就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洞房花烛夜？为什么洞房花烛夜会匆匆忙忙呢？说匆匆忙忙好像是说过，是奇奇怪怪说过，匆匆忙忙好像说过。欢迎然哥，这边机器很好呀。我是我们家人说的。我。宝哥，对不起，宝哥，我不是很会打。我洞房花烛夜，白白净净。我，你笑什么？我洞房花烛夜，我觉得说的对呀。我洞房花烛夜，口口声声我洞房花烛夜。干什么？我洞房花烛夜，神神秘秘，神神秘秘。谁说的口口声声？是不是德彪？是不是 Tiger 五？是不是谁说的？哦，我以为是德彪哥哥过去说的，那是谁过去提醒了呀？啊、哦，四个了，我感觉是五个了。啊、哦，五个的。我洞房花烛夜，我洞房花烛夜，支支吾吾。我洞房花烛、这个、花烛夜，鬼鬼祟祟。啊为什么会鬼鬼祟祟啊？为什么会鬼鬼祟祟？你洞房花烛夜还会鬼鬼祟祟？好家伙！好家伙！我洞房花烛夜，卿卿哦不，卿卿我我，正常吧，很正常。卿卿我我，昨天是不是说过了？没说吧，好像没说。啊，行，算你没说，三个。我洞房花烛夜，遮遮掩掩。正常唧唧歪歪算，唧唧歪歪好像没说啊。我唧唧歪歪花烛夜，哭哭啼啼，为什么要哭？为什么要哭？我洞房花烛夜。你要说多少个？不是已经十个了吗？十个了吗？我已经陷进去了，把自己。我已经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，家人们。
好了，咱们就说下次咱们再把这个下次你上次又不能重复了，家人们。我说干嘛？你说。下次和你玩，你说。你说啊。我还所有的都不能说啊。我是不是说完了？我是不是已经罚完了？现在。对呀、啊，罚完了呀。欢迎齐天哥，不是说十个吗？我说没有说重复的，就说十个；说重复的就20个嘛。好好好啊！今天是好意外，我刚刚以为我赢了，然后我在等你，结果你也在等我，我也在等你。我还说了一句，虽然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。多少是有一点就是啊，家人们就是，我们下一次还可以玩个保姆呢啊，就是，好，下次保姆，我要从这个保姆的坑站出来，好，那我们下一次玩86，嗯，好，拜拜，86，嗯，86，这真的很尴尬，家人们。